虽然他讲的是两个专案，其实整体实际上是对军营地啊、写作文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反馈吧。那我这边刚好想到一个很类似的，下一位是那个，应该是Fumi可以来准备。在吗？在好好。然后我这边刚好想到一个相似的例子，刚好可以反馈一下，是因为在卫福部底下，我就觉得做开放教育的前面是机关署，然后机关署的署长已经被训练到是出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觉得哎，这好像资料可以用，然后他就会跟下面的同仁说，哎，那你们这个东西去叫军兵做个什么东西来啊？就也变成这样，然后就开始跟他说，你是军兵不是这样，军兵有文化，不是说你的他们不是厂商，不是给一个 deadline 就做得出来，我觉得那是我们的特性。但的确，我有时候也会反头回来想，我自己两年前开始玩军营 V 之后，有一些专案的确是因为我这种很随性的风格，所以总是有做完，可能没有最后真的做出成果，累积了一些东西。我有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中间东西有一点点可惜，但同时我也知道说，反正就是一个累积嘛，开源东西留下来记录，未来想要要不要来看我这个人，他有材料可以用，的确也是。但我觉得或许之后的分享里面，可以让我们思考看看，在我们这种欢乐的协作文化之下，有没有可能在积极度上面或是其他方面，或许有一些新的想法。好，那先串到这里，那你的好了吗？还没好，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。不许随便，因为我说要立下这件事情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出来。好，那掌声欢迎Fumi。那大家好，我今天的报告是2015路过的数位艺术节参与感想，这算是补充之后讲的。那这个展览名称叫《众志成城》，除了设计跟科组都是七号。那画作中呢，我是一个艺术大学学生，是一个剧场的。就这边想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，就如果大家猜出来哪一个是我画，我会送一个福袋，里面有台湾国的护照贴纸，还有众志成城的一些贴纸。有兴趣的等一下可以找我来玩。对，那他先跳过。那二年前呢，我拿过一些工具，所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很正常。不管是冰箱、橱柜、缝纫机，还是反手的衣服，就是当然也要戴手套。好，因为当初在十月大冬呢，看到坑主的表情很痛苦，所以我就去做做田跳。看到坑主的表情就像姚明一样，就是他整个想没有人，然后一周以后就要布展了。整场在双音大小是12平方大小，不是三张桌子摊位大小。然后我整个觉得他内心在呐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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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对。所以展期与不展期名称就是第10届台北数位艺术节创世纪，那受邀单位是临时艺术，不展时间是11月3号到11月13号，展期时间是11月13到10月22。那时候我心里忍不住想要学历史说一句，完得搞切，对，这就是我心中剧场人的魂。那这个临时艺术的图也是知道设计的，那就听说这个展场在双园是12平方大小，这是从 High Code 截取下来，它并不是三个长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。那它的展场是在松烟成品对面，就对我这种假文青来说就是松烟成品，然后对就是愤青来说就是台北文创什么大楼的对面。对，这是第一天上工开干的时候，我们就伊蒂亚桌角之后，最后完成的实习是桌角。那坑主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家具松，最后我们完成了实习之桌角，就是从头开始。接着就是开始考古，就是这可能是之后跟一起做，就根据每一届开课风跟找到起始时间的专案配对，所以从第0届到第16届先把黑客风列出来，然后再把所有专案写出来，用便条纸，然后再找到它的起始时间，才能对应贴上去，就是蛮辛苦的。那这边是大家合力整理出的54个专案列表，就是非常辛苦。但是以后大家要找专案也很方便，直接从这个就是 Google 的试算表去找就可以了。那其中有个坑呢，其实是需要在木盒排出自己的 ID， 然后就像下面的范例，就是蜂蜜，就是我本人。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人，但是我都没有放在眼里，我先以自己的 ID 为主。对，那为了拼 ID 呢，所以我们从 GitHub 贡献者来做 ID 对照，然后发现哇哦，大家好伟大，然后想说，就是我这两年到底在干嘛？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做了哪些专案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把组好的 ID 放入木盒以后，跟按时去排的专案连在一起，这个背影超可爱的，而且当时坑主非常要求。这个黄色的塑胶管它一定要这样斜的，然后只叫大家垂直，就是它有它自己美感的基本要求这样子。那每天还有小黑客松，从11月14号到22号，比如说蒙点松、舅舅台湾龟，或是艺人法律松，或是烙哲学，就是有这些小松在现场发生。那因为人力实在非常不足，就是每天可能2、3个，或者是坑主自己本身的朋友，所以10天回高祭鬼后展场出现。好，首先当然就是没有人，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，先承认就是没有人。
对，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常常会收到 New Pass Attitude 居领地，就是信箱也会收到新增的 Hack Pad 内容，客服也是把它就是输出列印出来贴在墙上。那这是其中一部分 Hack Pad 内容，就大家可以找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。那现在还有播放历届黑客松的记录影片，就是坑主跟朋友借了高科技的投影机、笔电、iPad， 所以现场就是有手工感，但是又有现代感这样子。那什么是 G0D？ 然后什么是贡献者？贡献者在做什么呢？写程式改造社会，拆政府，原地重建。那现场还有壮志成城跟 G0D 的贴纸或纸，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自由取用的。然后现场还有 G0D 没有人咖啡请捐款，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人捐款。现场呢就有协作工具可以使用，这坑主提供就是他的概念，就是想要去中心化，让大家可以协作，所以现场有加加居居我要跳坑的贴纸，然后也有夹子、笔、便条纸，什么都可以用。那还有日新数字行的签字，自己也可以就是拼出自己的名字这样子。对，就像这样子，像在你被服梦了吗上面有人就贴说，期望我爱的台湾能在自由话语弱势差异中找到应有的平衡。那这个板子的正面呢有专案名称与介绍，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或者是像动民族血泪史，就很多专案都被贴在上面。那专案是以贡献者为出发点来牵来牵去的，所以它是很多黄色的塑胶管连来连去。那你从上面看的话会这样，就是会觉得很感动，连起来的话有种波浪感，但从下面看呢自己还是觉得很可爱。对，但是呢如果贡献者太多在一个专案就会变成这样，就是太多人都在一个小木盒，它就有点垂，就有点斜这样子。当然呢就是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有直播，所以就是艺术节我们也有雨婷跟 Stella 假期的直播。对，那就是那时候刚好有几个德国的广播记者路过，就是有介绍一下 G0D， 然后就是一直截取的画面。那展场这是展场一角，激进民主协同创造街头集会，然后展场角看一下，就下面应该是有美女，所以大家有没有后悔从来都没有来过数位艺术节？对，那就是刚刚有提到公民广场每日小松，就像知道讲，这应该就是蒙点松。对，那最近截取了 Johnson 这样的感想，就是说超喜欢这个展出方式，以及这次用实体展览走向大众的尝试。这礼拜六真的超多人来参观我们展品的，展览在松烟组建筑一楼的北边，展期很短，只有到下周日，错过就看不到咯。现场也备有桌椅让大家现场开干，而且有非常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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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的花椒音效哦。对啊，然后开干的话就是现场一定要饮料跟披萨，所以像蒙姐说饮料，然后吃完的披萨，就像知道讲的把那个盒子贴在上面。那他还有和礼物经济的免费商业合作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 Facebook 空屋笔记免费的自由，喜欢的就带走，不喜欢的就留下，他并不需要以物易物，他是一个共享的经济。那这是就是数位艺术节在 G0D 那个 Facebook 上宣传，就说 G0D 也可以很艺术，对，很有趣。那检讨部分其实我全程算起来只参加五六天，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感想。第一个是我觉得人力非常不足，因为做事的人最大，可是责任也最大。像布展期的那十天里面，坑主大概只有两天不在，所以如果他不在，我们其他人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动，这是一个困难点。那经费如何分配呢？其实数位艺术节数位艺术中心给的总经费是10万，那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一笔一笔报账，或者是他先拿3万，剩下7万等专案结束以后入户头。可是呢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说超出3万的部分，就是负责的人可能要自己先垫。那部展跟部摊为人力协调呢，部展我预估每天应该要有5到6个人，那部摊每天大概2到3个人，因为有人需要上厕所啊或者吃饭什么的。前期开会呢我预估需要3个人，但参加率要有80%以上可以一起开会。那从10月7号到11月14号为止呢，就是坑主购买品项超过52项，要到19+3号购买次数超过41次，就是非常辛苦，就是他大概不太会提，但大家看到他的话请就多鼓励他。那数位艺术节目标曾经跟坑主讨论，希望是传播平台介绍 G0D， 那的确有遇到中国旅客希望认识台湾的文化，跟就是有其他国外的记者。那到底该不该参加呢？我觉得人力不足真的不要参加，就是可能会造成损伤。那它效益有点短期，但是因为资料收集的很丰富，就是坑主也有形成一个 hack folder， 所以它已经成为一个就是有潜力可以参考专案，不会像前年一样夭折。那关于就是专案强调自主的话，像其中一个坑填自己的 ID， 其实有在 Slack 上面请大家来填，但是大家真的应该都说是没有希望被记住，所以没有人来填，知道我们就是没有人来填这样子。那专案投注时间我觉得有点过长，就是我看了一下记录，从6月4号第一次受邀开会，到11月底结束呢有13次，本来一个月一次，后来一周一次，然后再加布展10天跟布摊9天，真的是有点漫长。
然后我觉得就是太忙了，就是送一场地不力站，吃饭也很麻烦，走路要10分钟。那对于喷组感想，这是 eBlue 从那个苏艺术节访谈，这是一个设计感，就是说艺术节好累，下次再也不干了。那好，那因为我本人呢，后来就发烧请了2天病假，然后又扣全勤，就是被扣了2000多块薪水。对于文组来说，心中也只有104，我已经不104了。对，然后这是我自己一点想到感谢名单，就是如果有遗漏，就谴责我要感谢人太多，那就保佑谢天吧。好，那谢谢大家忍受聆听，这是我的 email， 然后是 ID 是夫敏，对，资料来源，然后都没有，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开放文化基金会，昨天看到大概有90个壮士，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 Toby 在。